有一首歌啊，叫做《眼前的黑不是黑》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是什么白？那很多人现在对于民众党到底你的真正的立论的基础，其实产生很大的质疑啊。我们通常去谈判是这样啊，刚刚清王所讲的那些疑问，我认为都存在。但理论上在你签之前，你就要先解决这个疑问，对，你才能签嘛。对啊。那你什么都没有解决这些疑问，然后你就签了，签了出来再出来讲说，哎，我刚刚这里在哭哭说啊，真的不对，不有不公平。我刚刚那也在这个节目，那也在发乙川呢，乙川比我更加引导，比我更加讲的，啊，你对我无公平，这不是笨蛋吗？